一个在梦幻西游鉴定出最绝顶装备的人，竟然起个名字叫跃龙门啊，真的有点那种啊逆袭和翻身的感觉。鲤鱼跃龙门啊，向更高的阶层跳啊！老板这次跳成功了，恭喜老板！喜提梦幻西游第二期新三叠法术暴击狙击装备啊，全场焦点啊，一起向这看过来啊！我早上鉴定了一个帽子，差点跟你一样，差了个琴音三叠，差了个法术暴击几率，耐久度和蓝还有装备的名字都一样的。来看一下有没有主播出品，法伤加法术伤害结果，伤害加误报加法伤啊，穿刺加治疗，双固伤一狂暴，狗拖狗拖狗拖，速度加治疗，封印狂暴加穿刺，速度加封印，双封印啊，这个速度误报加治疗啊，伤害封印加治疗啊，这个他妈灵视属性虽然没有特别好的，但是净网他妈有用的属性了，不是封印就是速度，不是治疗啊就是固伤啊。